大家好，Eric here，又回来了。今天我和大宝要跟你们讲一些事情。我在美国南加州长大的，然后也算是农村的地方吧，反正人是不多的。然后我们小的时候，如果要是开出去这个城市，有一个大牛场，所以也算是农村吧。我跟你们说这个，因为我就是要你们了解，我小的时候见的东西不多。Baby 不哭啊，Baby 咱不哭啊，妈妈要录视频，好不好？你，好不好？喂，中国给我很多新的 experience，然后一个是去教堂去洗澡了。你说我小时候到差不多18、20岁，就是在这种洗呀，在这泡，然后在这洗澡。走吧，baby，咱们去找你哥哥，然后咱一起说说。大宝找回来了。Hi, guys. Baby, you want to turn around and say hi too? No? Okay. Anyway. Say hello. 第一次我和老公和大宝，这个是大宝啊，已经回中国07年，然后，我老公也一直在跟我说："哎呀，你一定要去洗澡啊，去这个地方洗澡啊，老好了，老舒服了。"然后呢，我呢，没事我就说："I don't know, it's kind of weird。"我就是不想去。那个时候就特别，怎么说呢？Not close-minded, but not so open-minded either. Anyway，有一天。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过来了，他们之前也在美国，咱一起去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也喝点酒了，喝了挺多酒了，你再喝点酒嘛，就说喝挺多就得了呗。喝完，他的媳妇儿也跟我说："咱一起去洗澡啊，真的，你肯定喜欢。"然后就说："行，你去吧。"这是澡堂子泡澡的，搓澡泡澡。对啊，我都说了，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小，然后里面那个灯比较暗，哎，你所以我还行。第一次去澡堂子是什么感觉？反正感觉也很好啊，因为现在到现在不还去呢吗？习惯，但是第一次，对，进去我就也比较害怕，有点害怕。进去，对呀，就开始脱衣服呢，准备了吗？然后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搓澡，进去先洗一洗。但是我洗澡的时候，我一直在闭着眼睛，就是我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，没有人呢，就在边上啊洗洗头发呀，一个角度，对呀，洗洗身上，我就有点害怕，就是谁都别看我，然后我都不看你，就完了吧，mean like you're shy，？Yeah，有点害羞。那个女的给我搓澡很好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跟她说我是第一次，搓完澡啊，她就稍微给我按按摩啊，然后拍拍后背啊。对，我习惯了。我跟我奶长大的，在东北，所以我一上澡堂子啊，怎么的，我都无所谓，我还感觉舒服呢。没，在中国，在家里洗不是太方便，哦，对。因为那个热水器。都是电的，Yeah, 然后they need 没有 time. 多少热水。Yeah, they need time to heat up. 他们需要时间。你干啥？乖乖。这好好立正坐着不行啊！我的天哪，我奶老能泡澡了，泡3、4个小时不在话下。我奶有时候直接拿酸奶，拿就吃的进去。反正我也花钱了，反正我也是就是。享受，就反正我也要享受。我婆婆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干净的人，所以啊，我跟她一起去洗澡。我洗完头发，她肯定也说："艾瑞克，你头发洗好了吗？你再洗一遍。"然后我说："哦，行行行，再洗一遍。"然后就开始，Can you stop whining, 然后就开始洗身啊。我妈就过来了，然后就。拿一个大盆儿，然后说：“Eric，就是你洗好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洗好了。”我说："你拿那个大盆水就，咵嚓就往身上放。
这一就一泼，对，唰，然后就 Oh my God！ 我说妈，你干什么呢？他说没事，我绑你，妈绑你。哎，你戳澡的时候，你最喜欢戳哪个地方 ？OK， 先说我最不喜欢戳的地方。OK OK， 我最不喜欢让别人就是，就别感觉拉的地方，就一个是肚子，因为是肥肉嘛，还有一个就是大腿。嗯，这地方我就有点不习惯，就不习惯。但是他们戳什么后背的别的我都无所谓，舒服了，都舒服，老舒服了。我非常喜欢他们戳后背。Oh my god, so great！ 我特别喜欢他们戳这儿，啊，脖子，脖子上绑着这地方，感觉老舒服了。Yeah, yeah. 其实南加州尔湾有一家，那是韩国人开的，我没在那儿戳过澡啊，但是我在那儿洗过澡啊。我跟我的二姐、大姐、小妹妹、我妈，我都跟他们说了。我说，等你有时间，咱们一起去。我说这个就有点像中国那澡堂那儿，很好，很好。不敢去，都不敢去。我小妹就说害羞，她说不行，我不想让别人看我。我说你别害怕，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，哎，这个不是奇奇怪怪的，我是很正常的人。对啊。like, 就是比如说，哎呀，我这肚子肥肉啊，或者哪儿不好看的，其实都一样。都差不多。哪有哪个人没有肥肉，都有肥肉。就我才有呢。就我妈这。哎，我都敢生我宝宝好不好。那你也有，那这个也有，是不是？到中午了，肯定得经过这个经，就是肯定得够澡堂这儿。Yeah。澡堂也是一种怎么说 ，like a part of 中国的文化。东北。对东北文化。东北南方一定要去试一下。对东北特别要了解，好这爱好就是习惯泡澡。东北特别喜欢泡澡，因为东北 cold， really cold， yeah， especially 千山的澡，千山的这个澡堂子，哎呦我天 ！We gotta go, we gotta go, baby gonna be now. I don't know why we gotta go。嗯，喂，stupid， 喂。行了，那个 baby 有点开始闹了，所以我们的下次再跟你说另外一些故事啊，搞笑的故事啊。如果你们觉得哎有什么想要我们讲一讲啊，在中国的 like right experience something， yeah， 给我们留个评论啊， yeah， 评论提个建议。好了，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